下来的歌台哈、哦、可能会比较少，接下来有没有跟他一起合作？没人唔知呀，所以我们今晚好好唱一首歌。好，带来这首支持分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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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冲冲！谢谢 Peter Ang 还有 Alice 带来这首偷偷摸摸。好拜酒哦 ，Benny Lee，Hello。来，老师呀，阿爸咋？就像他们有我们两个第一次泡这首歌。又不是去爬坡，怎么你会遇到我？你爬坡，要不是我爬坡，你还要骂我错？我没错呀，你也没有错，爬坡又算什么？青年男女哪个不爬坡呀？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？说我，咱们两人都没错。明天一起去爬坡。呀，来了，爬坡了！先告朋友为我们分享，好不好？点赞，爬坡喽！来，给我一个 love love please。哟，还是第一次跟李慧芬唱这首《偷偷摸摸》，今晚不懂会不会去偷偷摸摸？默默难道就算错？你自己想呀，你自己说呀，你又不是去爬坡，怎么你会遇到我？ Hello， 你爬坡，又不是我爬坡，你还要骂我错？我没错呀，你也没有错，爬坡又算什么？都去哪里拍拖？哎呦，以前我们的年代还给丢讲的马林伯的海边哦。讲真的，在无人的海边，在无人的海。哎，要手牵手嘛？哎呦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快。哦，就这样这样，哎，可以演一下吗？哎，可以演一下。这样怎么样演呢？你就当这边是海边啦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一米的，不可以演呐。哦，不可以演。因为讲以前的人都是拍拖去马林伯的，为什么？这样而已啊？为什么？马林伯因为马林伯海边呢？为什么不是一科嘞？还有帕斯利嘞？啊，帕斯利那是后期的，还帕斯利。哦，以前只有一个海边。做马林布雷啦，你问伊人是不是打上来，是不是马林布雷，对不对？真的哈、哦。来，老师，你们都去哪里拍拖？跟我讲。到了。没有拍拖的。啊？直接在哪里？直接啊？等一下，在哪里？八十亿，八十亿，你笑啊？古早到了黄掉八十亿。喂，没有去那个酒店的啦。真的，年轻人因为 barbecue 啊、野餐啊，都是在。没有带人家出去的，没有去什么。
待定了，直接就去海边吹海风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那个海风一直吹的，那裙子一直飘。就坐在那个石岩上，有没有？那个石头上面。讲东西呀、啊，讲的你的东西、啊。不是那个狗掌球看，那个是我妈妈的年代，就太老了。狗掌球看人讲呀嘛，对不对、哦？人家讲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你们年轻人哪里有什么狗掌球看？哪里没有？你们现在，所以我要问你们现在完全是车诊了。